今天的节目要先从一封来信说起。亲爱的 Cam So-called Logic， 看了你们莱卡那期节目，夸得天花乱坠的，但是我就喜欢自动对焦啊，自动对焦都不能，简直是没毛卵用啊！这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我们就来满足你的想法。莱卡，一个传奇般的名字，它不仅是个品牌，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坚持，一种情怀，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有致命的吸引力。然而抛开人文和情怀，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对焦。旁轴联动测距相机的镜头呢，往往都比较小巧，因为它里面没有马达什么的吧。测距的原理呢，类似于人眼的视差测距，然后再通过镜头上的对焦机构的联动，然后最后来实现合焦。然而呢，很多老炮呢也经常会通过目测距离，然后来估焦进行拍摄。这套联动测距的系统呢，用惯了呢还是非常舒服，还是很好用的。你把其他的东西都设置好，最后你摁快门的时候，真的就只有快门这一个动作，而不像刚。正如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然而话说回来，作为一台售价好几万的现代相机，连个自动对焦都没有，这事儿的确引起了很多的争议，也引起了很多键盘侠的厮杀，更有甚者进行人身攻击什么的，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的建设，对民族团结国家发展计划生育股票指数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决定终止这一切，然而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给它加上自动对焦系统。不过呢，得先有一台莱卡。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有个人手里有一台莱卡，于是我就找到了他。哎，忙什么呢？没干嘛呀。简单明了的跟他说明了一下情况。哎，你知道吗？我手里有一个大项目，这项目可牛了，这项目能够造福人类，阻止争端，解决世界大战啊，带来永久世界和平啊。就是得先用一下你手里的莱卡。他便很愉快的把莱卡借给了我。不。接下来就是莱卡改造，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由于我们是一个摄影节目，这里就不说了，不说了的话时间根本就凑不够啊，所以还得说一下。简单来说呢，原理就是这样，这是一块 Arduino Nano， 这东西在电子界的地位简直就相当于那一届的维密出版里的赵本山啊，反正它就是个单片机就对了。 Arduino Nano 连接几个超声波传感器，这东西会通过发射和接收超声波的时间间隔算出贝特五的距离，然后通过计算留出镜头所需要转动的角度，通过一块4988部件电机驱动板控制部件电机转动镜头，就完成了整个对焦的动作。原理就是这样，剩下的就是开始做了。这个原理刚才都已经差不多讲过了，很简单吧，大概就是这个超声波传感器呢会发出超声波，然后来测定跟前方物体的距离，然后呢再通过里面的电脑算了一圈以后，然后最后再驱动这个镜头转到它应该转到的位置，就实现了自动对焦。操作呢非常的简单，就向前推一下就好了，就对焦了。不过呢，在对焦之前的时候要先校准。校准呢就是这个样子，先把它调到一的位置。具体为什么要调到一的位置呢？因为这个程序是我写的，我就这么规定的，所以就要调到一的这个位置。调到一的位置以后，然后再按中间的这个键确定。好了，现在就校准完成。一部伟大的相机当然要进行最严格的测试。本次使用的是一支50-1.4的镜头，这回我们把光圈放到1.4，光圈越大对焦越困难嘛。先来试试单次对焦的情况。放大看看，准确度还不错。
一次测试可能不能说明问题，那我们多来几次，放大看细节，毫无疑问又对上了。当然这次也不例外。让你想象不到的是呢，这套系统甚至还有连续对焦系统，而且这个连续对焦系统也不用像是单反什么的，你还得进菜单找一个什么 AI Servo 啊之类的，你只要连续推这个杆就会连续对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连续追焦系统的成功率。我会在这个过程中随机来拍一些。从结果上来看，连续追焦毫无压力，就是这么自信。每次使用这个自动对焦系统，我都会被它极简的体验所震撼。只要那么轻轻一推，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所有复杂的操作电脑都帮你解决了，你所做的只是享受摄影的本身。这时候也许有人要说了，这套自动对焦系统毁掉了人文摄影最后的乐趣。但是我要说，这套自动对焦系统让我们回味到了对人、对自然、对社会的观察，它降低了摄影的门槛，它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这套对焦系统让我们抛弃了繁琐的操作，让摄影回归到了它的本质。作为一个摄影师，你有时候甚至都不需要取景器，你所做的呢就是推、摁，就是这么简单。我甚至觉得这套自动对焦系统是有灵魂的，比如这张照片，它竟然能够通晓我的内心，知道我想对在哪里，这更加坚定了我对这套自动对焦系统的信心。正如你们刚才看到的，它的对焦系统非常的有效，对焦迅速，操作简单。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世界上第一台可以自动对焦的徕卡 M 相机。好，随着这个爆炸性的新闻，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再见。然而正如所有伟大的设计一样，它并不是完美的，它有一些无足轻重的小缺点，比如对焦偶尔偏到火星，校准没个三四五六四根本校不准，再比如改装后的整机重量相当于一个哑铃，同时需要一块锂电池和一个充电宝充电，没有后盖，需要用胶带固定。相信如果你可以容忍它的这些缺点，那么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好，相信大家对这个坑爹的货看一眼也就过去了，但是要是哪位同学想要原码和 3D 打印图的都在这儿了。如果你非要试一下的话，我也不拦着你，记得微博艾特我们哟。